吧，自己放吧，找个阴凉地方放，可没人管啊，我们这地方是是是，哎呀嫂，哎呀嫂，别这样，他也紧张，你也紧张，我你俩，哎呀，没可没人帮你们啊，我们这节目是这样的、啊，就是这样的是吧？嗯、需要帮忙吗？假装没。啊，需要帮忙吗，哥？不用是吧？弟弟，你用帮忙吗？他也不用。你把那，你们俩真能干。我们走个，一会儿要露营嘛。对对对，想带大家去露个营这样子。请进吧，请进吧。好开心啊！那你跟他说呀，你不要在这里紧张啊。我已经给他打过一些，我拿。没有。打过一些提前量了。我说你非常喜欢他，但他也很紧张，其实。换鞋，自己换鞋啊。就我光脚就可以。这地有点。不咋干净，没事没事，我也脏。哦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请问，艺术家都是这样。我给你拿双鞋。哎呦，我不是你了，哥，怎么了呀？需要给哥一些时间。对对对，给我点。需要给哥时间。怎么了呢？这是说啊，就是。那我们要正式介绍一下，不用吧？啊。哎，老师，来，我感受一下这个尴尬的场面。为啥呀？为啥呢？按道理说不应该啊。为啥呀？按道理说不应该啊。不应该呀、啊，就是你俩收这样了，不然不说你俩有一种相亲的感觉。啊，哥，勇敢一点好吗？拿出你的那个气势，加油，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可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咋那么红啊？热了呗，热在外边啊。这个就是可以喝的。哦，谢谢。这个好喝。是吧？这个好喝，这个可好喝。这个是那个李李姐送的炸鸡。嗯，哦，为什么给她送了一个炸鸡？当红。哎呀，这个是我昨天吃的。哥，你咋了？哥，他给王传君一个特写。王传君真的，我第一次见，一辈子第一次见王传君羞涩成这个样子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对对对，我在节目上看到过，他没有见人这样过，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吗？哎呀，非常好，没啥好的，好好好。那这个是说，那这个是说，一会儿请王老师签个名。哎呀，不敢当，可以 Q 签是吗？可以，感谢。哎，签完了你能变成正常的自己吗？我努力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我好难呀？这又是什么？姐就听说我们来了，然后听说我们来了，看谢涤回这个整啥了。呀呀呀呀呀！谢谢。我都有点害怕了，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王传君？你俩变了，你俩。军哥，你这样，我就想整不会了。我也有点不会了，他太喜欢你了。谢谢。我看你们带啥了吗？怎么地？你这个表情怎么地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有什么想法？你们家这院子挂个这个不好吗？哪挂呀？你想啊？就这个你挂完一辈子，除了你没有人在玩它了。那挺好啊。你去吧。好的，我相信你，王弟，相信你的智力与体力。今天你俩都别管我，我肯定不管，没人管你，独立完成，加油，好吧？今天谁都别管我挂这个玩意儿，我不陪你了啊！让你们看到我的成长。哦，哎，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节目里如此的尴尬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吗？就明明我都很熟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斡旋了。我来之前老开心了。是啊，不你正蹦高张了要来的吗？对。然后到这之后这样，就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想到会对。三分钟。都不到，按完了，好，真棒，换我吧，成长了，咱们能不能出去投几个？可以。王鹤棣实在是太热爱篮球了，你是我在生活中见过最热爱篮球的人。我俩绝对是那种那个啥，没事会投篮的。对。王小弟，你是不是走路就会空投一下篮？一定会啊！走路就弟弟回来吧，好热的。展示一下，你展示一下，走有道就投一个。你们见过那个表情包吗？婚礼上啊，那个新郎
新娘站旁边。我觉得你也这太酷了，这个就是那样的。我要以后我结婚那天，人家新娘在旁边站的美美的。请坐吧，请坐，谢谢。没有料，我没有想过这个场面我要如何之应对。有本事呢，我看一下你们三个，我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？还不要塑造成那样，我很放松。现在，我有点不放松，不是你的问题，王老师，我都放松了，跟你无关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里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最近有什么趣事吗？对对，见到了吗？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他俩很有趣，你俩再聊一聊呢。这一趴真的非常有趣，我觉得我这个观众我看得很开心。你有没有什么要问毛老师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王老师的？最近累不累？累不累？开心开心开心，只剩开心了。这会儿桃花坞录的累吗？不累不累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你说我们俩不说话，他俩竟然能坚持多久？不知道。王老师已经开始给我使眼色了。王老师，别去，别去。我嘴都在抖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好神奇啊！本来是这样的吗？不知道，他不是这样的。我第一次见他这样哎。所以哥，你是非常喜欢听毛老师的音乐，是这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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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他歌迷。是的，是的。最喜欢的一首歌是？我好多都很喜欢。我来之前我还背了一下，就我把顺序得记清楚。但是好，目前你在你心中排名第一的歌是？小王啊。哦，是不是？啊、对对对对，戳到了没有？哎，戳到了吗？哦、哇，谢谢哇，戳到了吧？因为小王是你最喜欢的专辑，就是很少有人啊喜欢这个。哎呀，太感谢，谢谢谢谢，好像仿佛又进来也说回一个啥？没事没事，你说我最喜欢的作品是药神吗？没事，你说爱情公寓我也接受，挺好的。你也可以说你最喜欢的是加油好男儿之类的。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看他整个人很乖巧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等会我再拿个喝的，你要喝什么吗？你能喝什么吗？我有，哥，我有。你把我那拿来，王弟。他好，我没见过这样的军哥。我实话实说，他见你太紧张了。你上一个见到这么紧张的人是谁啊？没有，我最喜欢的两个男歌手，一个是陈奕迅，一个是毛不易。说到这个其他节目，你问一问吧，你肯定有很多好奇的嘛。第二波就是其他节目上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拉木来过，对你颇高评价。拉木来了毛血旺之后，然后频繁的就是提及，然后所以那个节目就额外就给他俩做一条线儿，我们俩称呼都直接改了，妲己，天天就那么，我真的就是两个人互相就那么叫，他也很欣然答应。那需要喂葡萄吗？给纣王？那没有，不会，那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你怎么了？我在享受此刻。王传君，我们是个聊天节目，请问一下你休息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？哄孩子。他一天到晚需要你人在的时间是很多的，是不是？他现在会开始会走路了嘛，然后他到处跑，你就是跟在他后面，就怕有一些就是尖锐的地方，怕万一会磕上去，小心一点，但是还是要放他多走一点，然后还要跟他讲故事啊。怎么突然间又羞涩？我俩很认真的在那里倾听。你们两个刚才倾听的那个表情真的是很搞笑。对啊，哄孩子。那你呢？打篮球啊。打篮球是必干，这有休息就必打球。没了。有，也干别的事儿，就什么约约朋友啊，聚聚会啊。哇，孤独患者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水瓶座也厉害。
我厉害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哎呀，这简直是妖怪啊！他俩聊起来了，我这聊到一半就完全就私聊了，没有在意你在说什么，根本不在意。我觉得我这就是一个流程，对，就是你没人想听。有没有见过他俩说话的？这是我毛血旺史上第一次出现两分组这么说话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得亏有你在啊，天天。嗯，要不你可完了。我怎么办？你看，那还要再进行这个环节？不是真的，我们要不直接看电视吧？你俩在聊军哥，他们表达完了吗？来啊，看电视吧。要不我们一边吃谢帝回的蛋糕，一边看他的节目呢？你切吧。这个是能拿掉的吗？不能不能，它就是里面的。它不，它是一片，它是一片啥呀？干啥呢，哥？你正常一点。正常点，嗯。这是能吃的吗？正常是苦的呢。不会是这样吃的？真的是墨不不是，真的是墨。你把墨水吃了？不能够吧？不能吧？不能够。这黑色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噔，巧克力。哎，这个好像真的不太能吃哎。是。这个很奇妙哎。你们都，哎呦我天！啥呀？我瞅瞅。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？我们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一样的。我也这样。为什么这蛋糕是这样的？豪华物质助攻打得挺好啊。谢敌鬼怎么回事啊？对，怕我们没有点耽误了毛血旺的节目。不吃啊？我不吃。拿拿点吧。你不要一边看一边吃吗？来吧来吧。嗯。那是啥玩意儿呢？确实不太好吃。他没想到这个东西真的有人会吃那个部分。真的吗？擦擦嘴巴，雪芹们。雪芹们，给擦擦吧。漱一漱，漱一漱。人生中第一课，手摸咖啡豆。其实那个岛上最妙的是那个洗澡的地方，它的洗澡的地方啊，是半开的。这你站起来，就是它到这儿，对，就到这儿。然后我第一次去，我上厕所的时候，就是刚裤子一扒，一看前面全是我机器 PD。这一段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然后就是，我就 对上还是不上呢？当时第一下的时候。还有别的电视可以看，就是今天就是桃花坞特辑、啊、就是看。说王鹤棣，求你了，很尴尬的，求你了。我们这个川吧，三傻川吧有一个幕后领导啊，大股东就是李雪琴。你这特别明确一下股东。那你得当众宣布我拥有三傻川吧终生